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腐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健康食材，加上具备多种人体所需氨基酸的牛肉，营养更加分。一人份的牛肉豆腐烧需准备下列食材：柴鱼卤包及昆布入滚水煮十分钟，取出柴鱼包，加酱油、味淋等调味，下香菇丝及豆腐，盖锅煮十分钟，最后铺上穿烫过的牛肉煮三分钟。吸饱酱汁的豆腐入味香醇，牛肉鲜嫩滑口，营养又美味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